一步枪弹药、手枪弹药、绿色药草。我怎么觉得巴瑞这个角色的身上的物资比克雷尔那边的物资多好多啊？是我错觉吗？给我啊！哎呀，背刺！啊，任你再怎么厉害，还不知道倒在我这正义的背刺之下，看你多强！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嗑药嗑太多了？我怎么看不到东西了？有点模糊。什么？那边有什么东西？什么？哪里？怎么有个 Angie 的东西？Invisible monsters. 完了！Oh, that's gonna be 怎么是隐形的怪物？哇！How to play？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玩游戏了？怎么会有能隐形的怪物？这种能力怎么会出现在怪物身上？为什么不是出现在我身上？我就可以玩透明人，没事没事，完全没轮廓诶，太扯了吧！看，太瞎了吧，完全没轮廓诶。啊！干，靠呗！他装作没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下流？贱人，他看到当都没看到，等我摸过来，他在偷偷咬我。哇，受不了哎！这是什么世界啊？现在连僵尸都在打战术了，是不是？我那正义的背刺竟然反被他套路啊！被他骗，这样偷袭，这样骗我一个51岁老人家，这样对吗？不行哎，我不会再被骗第二次喽！哎，干啊！完了，他又骗我！他骗我！哎 哦，空瓶。我觉得玩巴瑞玩得很像是拾荒老人一样啊，那到处东捡一点，西捡一点，看到空瓶就捡。干嘛？我是乞丐是不是？哦，在那边拾荒哎，我也太可怜了吧！带着自家孙女的孤寡老人，哈哈哈。又回到振奋人心的环节喽，两个美女，啊，来看一下，哇，哈哈，莫伊拉跟克雷尔组合，好穷哦，怎么那么穷，身上一罐补药都没有？怎么这个主角跟巴瑞的那个历程完全不一样？巴瑞真的是爽爽过哎，啊，我这边就是一个弹药不自由哎，完全没有子弹可以打。也没有补品，我不能把巴瑞补品挪一点到这边来吗？巴瑞这张补品吃不完呢、欸，完了！我听到奇怪的声音，不妙，不妙！我不要走这边，这里感觉怪怪的，感觉走出去我就被一堆怪贴在脸上啊！哦，干，吓死！不对。不走这边也只能走了，糟糕啊！Neil, where are you? Neil, what about the girl? 为什么克雷尔很在意尼尔啊？干嘛？是看尼尔年少又多金，长得又帅哦，这么年轻又是个 CEO 大老板，爱上他了是不是？为什么不看看我呢？我不好吗？难道肥宅在这世界上得不到爱吗？哥哥，有事好商量啊！这就是我的商量方式啊！我让散弹枪跟你商量啊！
你如果没有事，你就可以接着跟我商量啊，先过散弹枪这关啊。我就说啦，这就是我的商量方式啊，你还满不满意啊？我自己是觉得我这个商量方式蛮平易近人的。很好，跟我聊过天的人都很满意，跟我这把散弹枪 N147S 聊过天的人都满意到说不出话来啦。兄弟都火烧屁股了，你还在那边跟我打架，还不赶快跑？这个一定还活着，信不信？我就让你永远都站不起来啊！还在那边给我装死。在没有智慧陪同下往前行，再拿生命当赌注，选择正确的智慧，但是答案可能不在你眼前。什么意思？什么正确的智慧？啊？有没有什么判断依据啊？这里有什么判断依据吗？啊！完了，我的手被绑住了！啊 ！Dead！ 可恶！什么东西？都到最后了，还在那边给我四选一猜谜？四选一是不是？啊！再怎么选，我都不可能选到最后一个还死吧？我总不可能选四次，然后选到最后一次才成功吧？有没有这么衰？没有吧？第三个，总不可能再失败一次吧？完了，是错的！啊，再死一次。第二个，命运的选择。啊，又失败了！干，怎么可能？总不可能这么衰吧？第四个，啊，干，原来是随机，啊，哭啊！我怎么四次都没中？不对啊，他每次都随机啊，我随机四次都猜错，我也是倒霉鬼。他就算真的是四次都随机好了，啊，我怎么四次都失败，一次都没蒙对？哇，这游戏真好玩呢！干嘛？这是要告诉玩家运气很丑是不是？是这个游戏太在搞，还是我真的太衰？是我太丑吗？姐姐，我要抬这东西，啊，你就这样站上去？哎，哦，很好。哦，这个角度啊啊啊！哎，怎么下来了？可恶！完了，机关枪没用，看来该是让散弹枪 N147S 出动跟他商量了。很好，看来。他很喜欢跟我的 N147S 商量哦，商量完他都满意的不讲话了呢，他们都满意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哇，长成这样子跟我说同一个人，差太多了吧？从漂亮正妹变成钟楼怪人呢？哇！怎么那么厉害？射个几枪，石头都掉下来了。Can you walk? 摸摸，可以走吗？不能走，是不是？那看来叔叔要背你啦，赶快上来叔叔的背吧！啊。叔叔宽广的背是不是让你充满安全感啊？
哦，小萝莉很喜欢叔叔的背哦。嗯，我们看好这一对哦。